好，我们接着聊。没有走错啊，前面就是沙滩的方向。差不多走到海滩，我们就往回折了啊。今儿就逛到这儿，给我的感觉就是这边要接地气很多。包括我这一路走过来，我看到了一些相当于平价货的小市场吧，小店，这些东西都特别特别便宜。比如说，就我脑袋上顶的这顶帽子，但是现在我没顶啊，晚上就不顶了。就我晚上没顶的这顶帽子，我的天哪！我在朱美拉海滩区，当时买成的是40块钱，啊，天哪！然后我如果到小店里面去，小店是50块钱。如果跑到像昨天晚上那个迪拜 mall， 那130块钱，我的天！还是你看，我这里说的是 AED 哦，你还得乘1个2哦。好家伙，冤种牌绝对没说错了啊，绝对没再说错了，绝对是冤种牌了。但这边的话，我看到路过这个小店已经卖到15了，15我就觉得略微比较容易接受，虽然还乘1个2，30块钱还是嫌贵，但至少来说，对吧？我觉得在这地方已经可以接受了。然后那里买的东西超便宜，超便宜，属于买双鞋啊什么的，也就100块钱不到。
真美啊，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震撼。估计便宜不了，阿布扎比海滩还是海港大酒店，晚上确实略微好一点，海风吹着还是稍微凉快一点，但我也必须要说即使如此还是够劲儿。希望酒店前台有那个转换器啊，接口又不太对，我刚才发现，本来想说到星巴克里面去充下电的，突然想起来发现那个地方我插电插不上去，插座不够，插口配不上。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感觉在这边的话人的这个多样性较之迪拜就大大降低了，迪拜就感觉什么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人都有，但在这边的话就感觉就不是这个样子。好，咱们这么干，咱们往左边走五分钟，然后再倒回去，因为我的整个方向不是要往左，应该往右啊。这样的话，一路这样走下去，就越走越偏了，或者越走越不对。我总体方向是往右，然后一直贴着这个海边走就可以，可以转回我酒店了。另外就是稍微吐一个小槽啊。我在这边刚刚入住就被要求又付了30块钱，一天15。他们的说法是因为你用的 APP 不是他们什么什么指定 APP 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有一个什么旅游税，每天是15，我订了2天就30，我觉得这个就挺扯淡的。虽然不是什么大钱，但是我去迪拜可能也这么干，当然迪拜肯定整体花销比这边要高很多就是了。我倒是有水，不是特别啊，那个酒店感觉像一个小恐龙，对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怎么像个像哥斯拉似的？我相信肯定也是个酒店了，没得跑。然后我想这个酒店恐怕差不多就是天花板级别了吧，也就是它的那个世贸双子塔。如果我没站观礼带的话，总之它都做的是有点类似于一个空翻啊或者怎么样的造型。
真的，这个尤其是一个哥斯拉，我都信。做的，至少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真的有点萌萌哒。接地气儿，便宜很多，生活化，这是我对阿布扎比的第一感觉，或者总体来说的一个感觉。因为你如果是迪拜那个做法的话，迪拜就像是包装的非常非常精美的一盒月饼，它过于精美。这个明天如果是白天来看的话，虽然有点太晒了，但是肯定会比较壮观。这就是海滩区，阿布扎比海滩区。我也不去踩沙滩了，就随便这么走走。安静，一点海浪的声音都听不到。说实话，看波斯湾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无论明天去马来西亚大使馆情况最后如何，无论怎么样，我都觉得这一次出来非常值，非常非常值。可能会说啊，你去迪拜了，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玩，然后可能就去了，是吧？沙滩，沙漠什么乱七八糟，或者你说你在咱们的西藏还被下水道井盖给坑了，是吧？这个我说过无数遍的一个话题。是的，是的，是没错，确实是被那个井盖给坑了。那又怎么样呢？现在基本上好了。今儿坐车的时候，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这个腿的耐受性基本上出来了，而且在这边也不难受嘛，这边坐车也不会左右晃荡，对吧？不像在加德满都或者说在尼泊尔那样坐车那么难受，这边也很平稳啊，所以就在那上面放心的睡觉吧。哦，对，还要夸一句，坐车过来的那个大巴上我充电，它没有那个相当于它只有那个 USB 的充电口，但是我发现那个 USB 充电口非常非常有用，非常快，充电比我这个直接插电的电源的那个还快，说明人家那个电压是非常合适的。这个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用那个玩意儿充都是闪充效果，这个一对比就非常明显啊。我当时坐大巴车到那个昌都也是有充电的，其实也是有充电的，但是我发现我充了整整几个小时，充了整整几个小时，可能五六个小时才把这个电充的差不多充满。而我在那边的话，就可能短短几分钟时间就把它从82%充到了100%。这不是降维打击是什么？这是我说的它贵，但是我觉得它贵这个道理，这一点是让我最佩服的地方。好，那就这段先录到这么多。